自律等于这周好累，不去重训。没有，我是因为要开台，我才没有办法去健身的。不然我去健身，然后我不开台可以吧？成吉思汗24小时，你开完去练，开完台去练1小时，不是开完台他就累得要命了，累得要死了，还他妈练1小时哦？你做梦哦？而且那么晚，妈的，我出去不会，到时候万一出什么事了，你们要负责哦。半夜，拜托，半夜被走出门，到时候被强奸还是被掳走，死了怎么办？当然是他妈的，我下午晚上有空的时候才去健身啊。